你要大家记不记得，因为现在流行讲 nanometer 嘛，啊，或者有人发音是 nanometer， 随便。你知道之前的话，在这个尺度，我们讲的是量子力学的单位，量子力学喜欢用哪个单位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干嘛要装傻？一个 A， 然后上面打一个小圆圈，对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量子力学不是喜欢用那个吧 ？Angstrom 嘛，就是 I 嘛。来，请问，奈里是十的几次方 ？I 呢？对，所以你要记得，因为以前很多书都是用 Armstrong， 都是用 I， 现在才流行用奈米来标，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下次要看到要记得差十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差十要记得。